冷。冷是不冷，后脑勺都已经给他砸窟窿了。我去后面。北洛，北洛，北洛，你醒醒，北洛。铃铛铃铛，大哥，我一定要好好配合你，让你一定就是摇摆到那种。上面的土到的地，看得出你是领导。我还给你报销。北洛呢，这一块特别高。哎，这全是烧烤的，你看，切完肉，还别啤酒，这是鸡壳，这是开罐头。走开！啊，那边。